这个车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呀，第一次摩旅，看看，唯爱与梦想不可辜负。门子昨天晚上几点睡觉的？我想问一下，这才几点钟啊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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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当啥子不知道？两个，这摩托车能电到法了？你骑这个摩托车下来给我妈接上来了呀？昨晚上打的时候他都打不着符，然后完了之后我又给他蹭了一夜没拔。哎，现在呢？肯定打着了吧？那还有多少电呀？开多少？没有充。没油了，充电的，充油哎，加油哎。这飘了，我也没油了，要充电。要加油了，得到时候弄些加油。太麻烦了，他妈太难了，切到了不是？切掉了吗？我要搁电瓶放下来吧。我才不搞，我的新电瓶。我不。那电瓶小的话，那电瓶这个电瓶上得劲，妈呀！不，这个电瓶好弄些。这个电瓶，这又得撑一天，你那撑了得天天起，我估计得。这也撑，那撑的嘛？现在那9.9块的东西能有多好呢？这就是觉得慢充，他就是觉得网都睡了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快充得50多块钱。哎，有一个小的一个跟这个差不多大的一个屏幕。它大些。一个屏幕。这151充电，152反了。这151电瓶更小。它要不要给个张一得劲的张文清？那肯定的呀，这个那么小点儿，这个那么大，你咋绑上去啊？他绑一顶上去。那个光大高就不顶上。估计这个电瓶饭，这个车时间太长了。我有个电瓶饭的。续不上电是不？哎。续不上电。你们昨天几点睡的嘛？撑这里。不能撑那事的是搁小边有个倒点撑着我朋友管上。哦，对，这个是驾驶的。我爸大早上给两辆摩托车，这个摩托车弄着，骑了一圈，这个摩托车又拆下来了。然后等下把它退回，再把它充上电，然后摩托车就可以骑了。哎，我要找回我的风雨自由了。这个车到处扔电，你想电了，那还耗电量大用。这弄好之后得每天得骑，不骑不中。我发现这个蓝色的这个车，我发现这个蓝色的车把要比这个房子的车把要高哎，发现没有？啊。这要矮像的感觉，感觉这个车憨像的，外表看。我早上不是睡到自然醒，我是被我爸弄这个摩托车吵醒的，然后给你们看看我妹在干啥，她还在睡，还不起来？没听到噔噔噔噔的声音啊？没得。起来，起来嘛，起来，起来嘛，举方便面，咱俩吃点方便面。我不想吃，我也不吃，我也不举。我想吃，你给我举。不想吃，我想吃。不想吃，你听话不？我不听话，听话我不听话。不听话还要吃方便面？那我听话。听话，咱不吃。滚！听话，咱不吃。你怎么不起来啊？不起来。上班嘛都上来了。你看那屋里，你看屋里搞的，儿子服了。起床骑摩托车了，摩托都要两个摩托都要去加油，都没得油嘞，都要去加油。老头子。那个摩托车还有一个少个螺丝，还要去配个螺丝。我自己去配，还是人搁一块儿？你给咱爸一块儿去。那你叫我给他一块儿去，你反正要么你骑，要么我骑，咱再骑一个人，咱爸一个人不可能骑两个摩托车。嗯，那摩托车修吧，不修吧？不修好嘞，起床。你灯关了，你要再睡一个。滚！都11点了，你猫都要饿死了。你居然光晓得让陪他睡觉，都不晓得给你吃饭，都俩还听话陪他睡觉，傻猫。你个两个玩空荡荡的，都是我喂，哎，好好吃啊。这个车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，第一次摩旅，看看。唯爱与梦想不可辜负，第一次的旅行，说走的路线。
然后这个车已经骑了35000多公里了，这是我的第一辆车。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二辆摩托车。第二辆摩托车是哪一年买的？是在2020年买的。然后骑了多少公里啊？现在已经骑了个十百千万43000多公里了。哇，这个车骑那么多了，43000了，我还一直以为是30000多。这个车已经43000多公里，天哪，骑的真多。然后再看一看我这个黄色的摩托车骑了多少公里啊。黄色的摩托车骑的应该有10000多公里。哦，这个车没电，看不了。这个应该是骑了10000多公里。这个是35000公里，是2019年买的。2019年买的。三个车加起来应该有10万公里了。还没有，8万多公里。4、3、1、7、8，将近9万公里。这脸条清洗几天，喷完之后，然后洗干净了之后，然后才能再喷那个，再喷油。你这工具不齐全啊！昨天把蓝色的车然后充电了，今天把黄色的车给充上电，再把这个车给充上电，全部充上电就可以了，一直在充。哎呀，没想到9块9还是管用的哦。现在我这个车是可以点着火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现在是正常的。现在已经着了，还是有点用了。还是得骑这个车，因为长时间都没有骑过，耗电太大，耗电时间太长了，所以要点着火之后要多骑，基本上要每天要骑一下就好了，就没什么事了。